这么废物东西还用你来？真是晦气！哎妈，你这么说就不对了，毕竟今天是要废了他，他要是不来，咱们废谁呀？<笑>哟，你这个神棍竟然还知道给我的好妹妹准备生日礼物呢！来来来，让我看看空空白片都是什么东西。素颜，这块和氏璧可以保佑你事业一帆风顺，送给你，祝你生日快乐。 瞧你个白眼吧！苏颜这些年没有亏待过你的，你就拿这个破烂玩意儿报答他的。你一个破烂玩意儿，你竟然说是和氏璧，你是当我们真的傻，还是当我们是没见过世面的土狗呀？我说怎么不好意思让我看呢？原来是想拿一个假货滥竽充数呀！来来来，大家看一看，谁不知道和氏璧是天师府的国宝呀？就凭你，你配？ 那是你没见识。竟然拿个假的和氏璧出来骗人，你这个废物赘婿，果然如坊间传闻这般，烂泥扶不了墙。谁说不是呢？够了，张处，把这种禽兽不会让我高攀一眼，只会让你更难堪。你别再白费力气了，我们终究不是一个世界的。素颜，你别跟他废话，让你欠了你会心一横。素颜，再问你最后一次。 你还是不愿意相信我说的话吗？你凭什么要说三道四的呀？